天投了很多外角跟低位的变化。哎，这球就有机会了，就有机会了，过大墙！哇蔡佳燕扎扎实实的阳春炮，这个阳春炮也使得富邦在主场正式取得领先了。恭喜这位球迷啊，捡到了蔡佳乐本季的第三发全垒打，也是魔神乐本季被轰掉的第十发全垒打。停速球，一棒全垒打。蔡佳燕的 power 真的很好。